迎收听日工配信，欢迎收听日工配信第203集。诶，话说好小旅展冲了嘛，对不对？哦，对啊。你是哪一天？我第一天去我被吓到，第一天就冲了。为什么？只有第一天可以有空可以去的。嗯，对啊，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其实不是被火腿的吓，这样讲很过分，但对，我不是被火腿那个吓到，我是被整个去旅展的人潮吓到。啊，第一天很多人，对不对？现在很多人还没排队买票，我想说礼拜五中午，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因为很疫情后的旅展应该也算是怎么讲？应该怎么？疫情后算是第一次这么大的嘛？应该是这样讲吗？对啊，然后因为我的确在里面也有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比如说京城 Skyliner 的那个可以有折扣啊。哦，然后。因为我可能接下来要去香根，就跟我女朋友去，就是年末去玩，然后我们有周游券，去看了周游券的打折的之类的。哦，那不错，刚好。对，就是其实刚好啊。对，当然主要是想说，去看一下火腿的摊位。对，那但因为我其实时间没有很多，所以我只看到第一个活动就是。玉飞在介绍日本火腿，啊、然后然后另外有个主持人在请大家抢答，然后送礼物这样子。送的礼物还我那时候看起来不错，就是他是那个送那个，他们不是最后今年的最后的比赛有送给进到主场的每个人一本小小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是印出来的写真本，就是各个这一次的2023，对，哇塞，就是记录今年第一年。对，那个启用的这些，就是各个那些瞬间，还有整个赛季的那个一个小小的，就是有点像是回顾小本本，回顾小本本，很小。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因为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 SConfit 拍起来真的蛮漂亮的，对，它的里面的照片，特别是今年后来拍了很多场馆，加上拍了很多台湾的场馆之后，我真的觉得我那边。真的太棒了因为他有一页是那个开屋顶跟没开屋顶，然后的白天跟晚上四张你有拿到这一本吗？没有，没有拿到，因为你怎么知道？我想说就他介绍奖品的时候你有看到，对，然后好像我翻到那一页吧，我有看到他打开给大家看这样你稍微翻一下，我可能四张图，可我不知道是主要是我知道有一个四张好像都是屋顶相关的，全这是整个球场相关的。它总共26页。那你拿到了？小鬼有奖真打被我拿到。他去抢，他去抢真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想说，原本我想说，好，现在讲一个小状况，就是原本我想说大家都不认识，或是参加人很少，我就去有奖真打，我也举手。给他鼓起勇气，对不对？对，可是因为其实去的时候，这也要跟当天。其实好像有两位朋友听众，好像是听众朋友有来听我们节目的，就是他们有来问我说我是不是好小，哎呦，因为对我其实蛮开心，很谢谢他们，然后也谢谢大家愿意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其实我是一个蛮乱讲话的附身道，对，会吗？能够被记得还蛮开心的，还好，会吗？对，那但是因为。要跟那两位，不知道我们今天他们有没有听见？如果有听见，我想要跟他们讲说，不好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那一天的前一天，我才刚赶完，就是因为我工作其实要剪辑啦，其实我前一天好像两三点在睡，就是赶一个东西，精神状况没有很好样啊。对，所以我当天应该是很呆滞，或是没有表情的状况跟人家讲话。怕人家觉得你怎么都有冷漠这样。或是我看起来好像，因为听说好像有人说我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很凶。对了，是那天那两个见到面的球迷说的吗？还是别人说你？没有，别人说的，就是一直来。我从以前到听到现在，我大概觉得这应该是，就是天生的嘛。就是天生就是脸长得比较丑，比较糙皮。所以说那天应该我的脸呆滞起来，我认真回想那个状态，我应该的表情是没什么表情的啊，有原因的、啊。对，那其实而且也有一种我现在要就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哦，比较慢。对，因为那天的确是状态比较不好啦。哈哈哈哈哈哈。
对，所以说先跟那两位说不好意思，以及就非常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甚至还认出我。嗯哼，对，我也是有被认出来，我也是有啊，而且是但因为你是一家人去吗？对，我们一家人去，可是这个听众朋友是靠到我旁边，也是很有礼貌的这样问，哎、欸，请问是艾迪哥吗？这样啊，对，嗯，而且还有写听众信箱来呢。哦，是哦，佐野的界外球，你有印象这个名字吗？我一听，就是我一问他，对、欸，有这个有印象，这个名字太特别，一定有印象。嗯，因为嗯，就是其实蛮谢谢大家的，对，谢谢你们。第一个听我们节目，然后再就是还会过来跟我们聊天这样。对，但因为你应该前一天睡得 OK 吧？我没有，其实我们家过去一个礼拜来三个都在感冒，而且都是有痰的、啊。你们有一起上那个吗？一起上那个。你们父子一起上荧幕嘛？哦，对，对一起被唱名，带着他一起去看，轮流被唱名。诶，没有唱了，他现在不会唱了、啊，他就按那个啊，25号什么什么，请到诊疗间之类的。啊，反正因为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人，后面都没人，所以我看荧幕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嗯、啊，但还有那个正在看诊的、啊，在等的就只有我跟我们家小鬼，我就给他拍下来。嗯，因为后面刚好没有别的客人，很像那个、啊、选秀唱名的那个，真的吗？有吗？还好啦，还好，只是觉得很触鼻。那个父子俩第一次一起去看医生，一起去拿药吃。哎呀、啊，我觉得旅展，因为其实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去旅展这种场合，你知道？哦，阿丹，你说，因为 Fighters 的那个摊位主要是跟那个嘛北海道在一起嘛。对啊，它是一个、一个位置，其中一个位置是给这个 F Village 嘛，然后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变成了就是真的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变成观光景点的感觉啊。你有听那个吗？玉飞的介绍30分钟的那个舞台活动有吗？我大概听到、我有听完介绍，因为后来那个有奖征答的后面我其实就先离开，因为我还有下一个要去下一个地方。嗯啊，你有看到他就是因为不是会用那个荧幕一直介绍嘛，对不对？那个舞台上的、那個、对会啊，他有一张是那个、2028年那个愿景的那个图，你有印象吗？哦，我看到那张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哎呀，我就看到那时候哇，2028年，就像真的像上一集我们提到的那样啊，因为玉飞有介绍啊，未来真的还会去规划房间数更多的饭店。哇，所以真的要朝那样子走，对啊，就是有点老北的豪斯登堡之类的，我感觉北的迪士尼乐园那种感觉。北方的豪斯登堡，这样讲不对，我们 F 列举就 F 列举哈，好像不要。可是就是你这样继续规划下去，2028年之后，越来越健全，娱乐设施越来越多，活动的东西越来越多，它就真的像一个，就是像昨天回来在爬楼梯，我跟小鬼讲，我说你看，如果2028年。之后我们再去那个地方，可能会变成一个观光景点，然后里面有棒球场，对吧？啊，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哇，棒球场旁边还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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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会不会只数年后整个园区是一个整个就是北海道的观光圣地，然后里面包含棒球场啊？对对对，会变成这样的 image。哇，如果那天来就说哦，我们去那边玩啊，可以顺便看棒球。对对对，不是看棒球顺便玩。对啊，就算没有，就算你去的时候不是棒球的季节，那边也还是有一堆东西可以给你玩，然后吃的喝的那都有介绍，吃喝玩的什么都有，对不对？啊，只是如果你去的季节刚好有就是棒球季的话，你还可以顺便看一场棒球，对不对？啊，没有棒球季，他也是可以鼓励你参加导览啊。对，然后好玩，比如说秋训的时候，可能在那边秋训嘛，啊，你可以顺便看看棒球人怎么秋训。就是对啊，你就当做一个很啊，因为棒球毕竟大部分的台湾人多多少少都会有怎么讲，涉略吧。当然完全没有的人应该有，可是你多少也知道棒球这个运动嘛，很难你住在台湾，你说我完全不知道棒球是什么，应该几率很低吧。就算你不曾看过电视的转播，不曾进场看过棒球，可是你也应该知道棒球长什么样吧，对不对？棒球场大概长什么样，应该知道吧？那你就算没兴趣，你也可以去吃吃美食，对，就像介绍的，哇，那美食都有，很特别的感觉。就是以往顶多
我印象里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去看球，对不对？我是合作一些像你前面提到那种交通的优惠的方法，可是这个我不知道，未来这 FBH 这样子弄下去，越来越像那种真的像一个观光圣地园区的感觉。哎呀，对啊，那、啊、你其他还有逛别的吗？那我就逛了一下小田园、哦，小田园就是好像说小田园那条线就是镰仓箱根的那个关东那边，去看一下我要买什么，就是对我要买什么旅游券之类的，或是什么周游券比较好的哦。然后到处看一下，其实好像没有干嘛啊哈啊哈。对，我好像没有特别干嘛，就是进去里面看一下，因为其实认真讲，我现在对于人多的地方是有一点不太习惯了。真的吗？是、哦，会有点累啊。哦，是啊。我看到很多好玩的东西耶，因为我们家就这样，就是如果你整个场馆对，我们就从下顺地图的下面进去之后，我们就这样横着横着这样横着一直走，就像好像选秀有没有？从这一排从这边逛到那边啊，到下一排就从左边再逛回右边，再下一排就从右边再逛回左边这样。啊，所以刚好我们这样走的话，就会一直比如说大家地图右手边可能比较台湾的那些相关的比较多，但是中间那边可能会有，我记得有 一段是那个好多外国的，可能跟台不知道是不是跟台湾有邦交，我不是很确定，可能也有就是有非洲的国家，有什么国家，有什么国家，啊，后面就 又接到可能某某航空，然后就是一直很一直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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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非洲、航空，然后说终于走到北海道这边了，这样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啊，因为那些。外国的那些国家，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什么，比如某某某国的什么什么观光协会或驻台办事处那种的吧，啊，他们就很希望你帮他按那个他们粉专的赞，哦，是哦，增加人气，对，然后就送你奖品，然后我太太就按了一个，好像叫圣露西亚吧，是全名吧，是不是还有别的非洲的一个国家，他就直接给你一个纸袋，纸袋只要装好的礼品都在奖品都在里面。礼物都在里面，回家一打开，要许我好多哦，好丰富哦，有那个皮做的那种证件夹，哦啊，笔袋有吗？笔，然后一个钥匙圈，还有一个购物袋，打开很大一个，啊，还有一样的哦，那个便条纸一整本，对，我送这么多，你们按个赞，可能送一支笔就不错了，哦，送一大袋，哎呀，然后小鬼要去骑一个。好像在东京那边的是东京的那个摊位，有一个骑脚踏车头上可以戴那个 VR 的，就好像你骑着脚踏车在游那个，啊，那个东京那个地名叫什么八景之类的吧，我忘了，有点忘记名的名字了。他那个骑完也送你一个那个 500cc 的那个类似那种随行杯，我说哦，东京都果然也不一样，送这么多，送这么好，骑完脚踏车看看 VR 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品，啊，小鬼也拿得很高兴这样。对啊，但小鬼啊，对，刚刚好像我们开路前有聊到，小鬼其实这一趟去最大的收获是他居然遇到了那个之前不是都带他看台啤英雄啊，台啤英雄的啦啦队，就那个 T1 的篮球，然后啦啦队叫做小调皮的其中一个，好像是女生，刚好就是这一次那个 Fighters 的舞台活动的时候的那个可爱的女主持人哦。哦，因为那时候，那时候看到，因为他就跟玉飞一起上去主持嘛，对不对？啊，那之前还快要上台前，他就到了嘛。啊，我看到他，我心里在想，这个女生脸怎么有点眼熟，好像在哪看过她，但是我不敢讲，因为我太太在，我太太在旁边，不能乱讲，反应太大，等一下又回去我跪算盘，心里 OS， 心里先 OS 一下，这个女的怎么脸好像我在哪里看过呢？后来小鬼有反应的，小鬼突然说：“爸爸，她就是那个，爸爸，她就是那个啊，小调皮里面的那个谁谁谁啊。”我说：“对耶，你怎么记得？你怎么厉害？”啊，后来就舞台活动又开始了，小鬼就一个人默默。走到第一排那边去，突然走到前面去，可能可以就近看大姐姐，这样很高兴这样。哦，我真的后面就在想啊，小鬼曾经跟我讲过，他那时候觉得小调皮所有全部的成员里面，他觉得就是今天这个在舞台遇到，在那个旅展遇到的这个，他觉得最可爱。我突然想到，哦，对，他跟我讲过，我说啊，小鬼这一趟来
心满意足了，对，七里好，心满意足了，对啊，而且后来舞台活动结束之后，所以我难怪会有一种，我会有一种我好像看过，但哪里看过啊那种感觉。我也是这样啊，我想看那个脸我有看过，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看过他。小鬼记得，哎呀，真的是很巧合的事情。对小鬼来讲，很高兴的一个几个小时了，因为几个，因为后面他就去带他去那个比篮球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全部没有把全部逛完，有打得比较好吧？没有哎，昨天输超惨，昨天输超惨，哎呀，输超惨，输超惨的，有想要听吗？有想要听？没关系，不要，这样万一他哪天没事，他如果打开来听或。你现在打开听，不会他听了会生气。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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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我先，我讲一个，最近拿到一瓶啊。然后我，好，你等一下开，我先讲一个，那个，看有多惨就好了，好不好？他们被对手全场超截38次。好，我们讲到这样就好了，讲到这样就好了，大家懂。38次，一节几分钟？他们打一节10分钟，但是不停表。但是不停表，不停表表示就是可能发球的时候表不会停，或是你要换人的时候表不会停，叫暂停的时候不会停，叫暂停也不会停，只有第四节最后吧剩几分钟，如果又有人叫暂停，那个时候表才会停。所以你其实流掉的时间，我看可能5-6分钟以上都有吧，一场比赛下来，甚至超过。但是他们被对手超截38次，很夸张吗？等一下，因为他们的对啊对，其实平均。平均一节要被超，平均快超到一节，平均一分钟快要被超两次啊！因为你如果把那个流掉的时间扣掉的话，其实没有打满40分嘛。对，好，我知道够惨了。就简单讲，就是对手蛮强的，但是，用那种屠杀的方式，就是全场紧迫盯人锁到尾，从跳球完第一节跳球完之后，就全场紧迫盯人锁到底。这么狠、啊、这么狠，嘿，就这么狠，好，就这样，好，那我们换你了，嘿，我们等一下，我开一下今天的这个是，怎么讲？它是精酿啤酒，然后名字叫做此路不通西岸 IPA， 哦 ，Close， 看起来你儿子昨天的比赛就是此路没有路可以通，不是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把你的球留下，对。对人不用过，人也人不管过不过，球留下。那我们进38次超节，进38次超节，被超节，被超节38次，很惨。我okay, 开了药，怎么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大家会不会已经觉得我们不知道是刚开了？已经开了，那我稍微自己干杯一下。好，啊，呛一下。对，好了，拿完了前面的话，我们要来进行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所以真的进入，终于，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棒球节目，我们还是也会聊这种火腿棒球节目。前面有啊，前面还是有聊跟火腿有关的。对啊，旅展，因为其实我觉得旅展就是，虽然说，好在最后讲这段就好，就是虽然说阪神也有，因为好像是阪捷是阪神电车来，所以说有阪神的活动吧。好像是多少送板，好像是你买什么票套票或者是什么，好像甲子园什么套票这样加一加是甲子园历史馆的送你件球衣嘛，限量800名吧还是什么？是哦啊，我没逛到。对，但我是知道，因为我同事有传给我这个，但我后来是觉得就还好，因为对我来讲比起来就是好像板神办这样的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了，应该不是吧？啊，因为他们那个就旅展或什么时候他也会出现铁道的影子，好像铁道的引导尾啊。对，所以参展你绝对不会是第一次的，早就来过了吧？对，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虽然说好像蛮厉害，但就觉得摊位也比较大哦，因为阪神电车嘛，阪神电铁嘛，比较大，但是觉得还好。反正火腿的赛季结束了，其他球队的事就是其他球队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几个人叫道顿爵也跟我没有关系。道顿哭了。谁几个人叫道顿哭，也跟我没有关系。我看到那个啊，很多民众哦，比如舞台活动听完玉飞他们的介绍之后感兴趣，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就引导到那个摊位前面再继续介绍，因为他想要再多知道一点相关的讯息。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也觉得蛮就是开心的，嘿嘿嘿，嘿啊，就是我现在这也是。
来的最大目的吧，参展的最大目的。对，你棒球迷当然本来就已经跃跃欲试，很想去的人一定都有嘛，对，甚至去过的人都有。嗯，对啊，但是对那些他可能不是棒球迷，可他来看旅展，他看到你的这样介绍，他觉得他想去玩玩，好像蛮有趣的，玩玩看，这才最重要的。此行最大更大的收获吧，对不对？让更多人知道，不要到这个新的地方。啊、好，来新闻精选第一个，第一个先简单介绍一下，有三位的二军教练也在这个10月31号的这个时候，球团发布合约满了，没有要继续跟他们续约啦。第一个是岛崎义的二军投手教练，再来还有渡边浩司二军打击教练，山中杰二军这个投捕教练。那因为这三名教练其实说实话都是 OB 嘛 ，Fighters 的 OB。那也比如说岛崎义，他以前就当过教练，然后也有再调去球探，然后再又调回教练。山中杰其实也类似这样。所以三个里面其实但后续的消息没有再继续公布，但是我觉得说不定有一个两个只是换了一个职换位置、欸、可能比如明年你可能在、球探那边又看到他出现在那里了。就是虽然没有要继续跟你们签教练的合约，可能会安排其他球团里面的位置让你们继续去服务啊，我觉得是这样啊，机会蛮高的，就是换一个任务嘛。哎，那换一个任务，只是还是在球团里面呢、啊，我觉得几率很高。哎呀，总之你要慢慢慢慢继续往上爬、啊，可能有一些教练就是你要慢慢的去找到现在这个选手比较有办法吸收的吧，我觉得。对啊，但我不是说岛崎义啊什么什么这些教练不好，只是可能有些东西经过一年，比如他在二军这样子乱，对啊，可能从这些比较职位比较高的人觉得，好像年轻选手吸收有限，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啊，你像接下来这个金子谦逊不就是这样在二军了？对啊，那可能你说你那个跟选手的那个叫什么认识的程度啊、交情啊，或者是信任度而已来讲的话，或许有些年轻投手觉得金子谦逊更好相处。或是金子跟他们讲的话，他更听得懂一点，吸收力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可能过去讲了。哈，你说要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不对？就是其实很多工作也是一样，特别是我觉得教练、指导者这样的工作，就旁边看的感觉，有时候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那他再回去当球探，或是他去，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squad， 就是。比如说赛前你去做勤收，然后赛前就跟他通证，就是透过这些工不同的位置，然后你再回到教练好了，那个视野是不一样的，想法也会有改变。你说的是这一块，对，因为你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问题一直发生，或者有些东西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选手你怎么帮他？就是打击，就是像那个怎么讲，就像那个什么。波浪一样那种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样有时候你在同样的地方待久，那个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新的刺激或新的那种东西去让你对，反而是你需要离开，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会比较好。但你要讲的跟我要讲的稍微不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讲的比较像，如果再叙述一点的话，是过去的我可能以为这种年纪有一些。经验也有的，好像一定都比较会教，我可能会有这种既定的印象在里面。我会觉得有的哦，你才刚退休哎，刚退休就要去教，就要去当教练，教得好吗？什么什么的。可是有时候这一两年这样看，因为其实各队都有，不只是放在日本，或者好多好多其他球队都是很年轻就直接转。你看金江年金啊，金江敏晃明年都要接监督了。对，可有时候，好像我应该不能，我要抛弃我以前那些成见，你知道？就有些年轻的教练，并不会教的不好，或者是他们或许指导的经验还没那么多，但是他跟选手们靠得比较近，对不对？那你说棒球有很多东西，其实基本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差太多，对。那剩下的就是我把你们这些基本的东西顶好之后，我容易把你们整个凝聚起来，或许那个效果就已经会出来了。
不见得像我以前想的啊，都要找那个老的啦，对，有名气呀、啊，老的啦，教过好多。对啦，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说会教，就是好像待比较久、看比较久的人会教，好像比较厉害，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哎呀、啊，哎呀、啊。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不同时期的选手，不同类型的选手。对啊，对啊，所以我好像我要抛下我以前的这种成见的感觉。我以前有这个成见就对了。我就觉得，不是你像你看，比如说看有的球队要公布、哦、明年教练团，哎，怎么这个这么年轻的事要干嘛？可是这一两年就稍微比较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觉得。对，如果你以前我看到谷内亮太当一军守备教练，我就太快了吧？是没人了吧？是对啊，是没人了吗？你看，哎，等一下节目还会聊到，对啊，对啊，等一下球训的时候在 logo 给他打。啊，那昨天吧，中岛卓也上来接，同年龄的嘞，同年龄的一个是教练在 logo 给同年龄的选手，就是。如果以前我会觉得循环，那我 calling 怎么会找这种这么年轻的？可是我这一两年来，我真的觉得不能这样想，不能这样想，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好处在那边。对，好，再来下一个。而且我最近学到一句蛮重要的话，不要这么快闪掉，就是可以了。我最近学了一句蛮重要，就是其实在 Netflix 也有这个日剧，就是只是先出生的我啦。我认真讲，有时候年龄就只是因为，对他就是有时候年龄就只是一个出生的先后顺序而已啦。哦，早来到这个世界或晚到这些差别，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多很难讲。好了，这个就这样了。这三位这个比较有的教练就这样了啦。哎呀，好了，下一个 Kotaro 来关心一下。接下来春训结束，秋训说错了，秋训结束之后就是休赛季，大概就是过，应该是过年前了。新太郎将要飞往美国，来一个舞者休息。日本媒体形容舞者休息，在这自主训练期间决定要去美国了。那去的地方也是亚利桑那那边，西雅图。哇，这个地方因为比较热吧，关键字我要念了。西雅图亚利桑那那个设施叫做哆啦 A 梦，这应该差不多去年大概也是接近这个时期的时候。这个名字好眼熟，好耳熟，好耳熟。万坡中正也去过，其实很多啦，很多日本选手、台湾选手这边都有去过吧？我印象你应该有。对啊，好像台湾选手也有去吧？都要去利用那个训练设施。好、哦，那当然这一次 Kotaro 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就是他要去想要找回。他自己的挥棒，最属于自己的那个挥棒，挥棒的样子，他要去那里找回来。哦、那因为你这次会想要这样子去利用那个哆啦 A 梦这个训练设施的这些仪器啊，或是专业的训练师啊什么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但是我相信万坡去年去了这一趟，然后今年在赛季上打成这个样子。Kotaro 一定会心很痒，就是啊，我心里有在想啊，对我也想看在眼里，对我也想要进步，我还想要就是甚至说我要找回我以前的那个感觉，所以啊，我也要去那边万坡去年去的地方，而且他这次要跟这个安田上线一起去，同年的、他们决定要一起去通梯好朋友、好朋友约要去美国去找回自己的挥棒的样子，这样哦，那当然目的一定就是想要。把成绩打得更好，或者是全垒打的支数可以再多一点，对，就不会只想要一直是最近这几年这种感觉而已。因为虽然今年打击率.244，那严格说起来，大家一定会觉得 Kotaro 全垒打应该可以再多一点，打击率应该可以再高一点，尤其从札幌巨蛋搬来新球场啊，对。去年他那样都有18支，今年只剩10支。啊，但今年 有一段时间是受伤，是没有办法啦。受伤，对对对对对。那他自己也是会觉得应该可以再好一点啦。对对对。那 Kotaro 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说，如果要挥棒打速球的时候，他希望那个击球的角度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好、哦、让那个球飞出去的这个就是挥棒之后的效率，让球飞出去可以飞得更角度更好。那当然做到的话，长打的那个支数应该就会跟着拉上去。
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大概知道那个问题点在哪里。对，那尤其加上他以前高校111支这种经验呢，对，那新球场对他来讲应该要冒出去真的没有很难，只要他抓到球角度出来要过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对，那这一趟去如果借由这些比较先进的训练设施，然后数据统计，然后分析出来给他看，哇，应该如果他明年跟今年万波一样也这样，我就不相信明年还会垫底。我就不相信你看、欸、你打线里面我们有两个20发的最后还会垫底，对，我就不相信会垫底。对啊，我觉得是有，我是这样想的啦，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你一个球队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可以打击率可能至少可以拉到26%以上，然后都有20几发全垒打，我觉得应该重点是还可以那种长打，致命的长打的话，对对对对对对对，嘿，我是这样想，好不好？我们祝福 Kotaro 这一趟去一定要行动登来，一定要修行有成。嘿，对，这个再不成，虽然才24岁啊 ，Kotaro 新宫信太郎才24岁，可是再不成，我觉得就是你知道那个有的东西都是一年一年一直过，机会一直一直在流失，你知道。对，而且我认真讲，就个人的感觉啦，我其实蛮希望这个月份，这个月10月底10月我是可以11月，多看一下棒球，10月到11月我是可以多看一下棒球，你想要再多看久一点就对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也还好了，对对对 对，我人家多看几场日本火腿的比赛一次就对了，对啊，好，再来下一个，下一个这个话题稍微比较。还算有一点点还在比较天马行空的感觉，但是你说如果真的发生了好像也不会太意外，就是过去这段期间曾经有一家日本媒体报道新庄根治监督看上了被软银战力外的这个洋投冈凯鲁，冈凯鲁也打过阪神嘛，阪神不要软银才签去的嘛，对啊，那当然新庄根治监督的看法是因为大家知道今年啊到今天11月6号战力外通告正式结束了，我记得好像很惨烈，就对，今年140几个有吧，140几个，多的，对，143个，我看到12球团总计143人，就是要离开他的工作。那当然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指日本人，可是也有很多外国选手就是没有被续约。那新庄监督看上这个冈凯鲁，他觉得。这么多战力外的选手，当然哪一个到底比较适合？他说：“其实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是很知道了。但是他注意到了这个冈凯鲁这个投手，他觉得有一点意思。他觉得如果日本队要把他签过来，那我再把他稍微加工一下，教他一点东西，教他一点投球的诀窍，他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投手。因为他说。”刚给我在阪神时代的时候，他就有观察他这个投手是也算蛮容易让对方的打者打内野滚地球的那种类型。又看到这个字，这句话，关键字，就是日本火腿找洋投的时候还蛮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是可能有一颗有点可能深卡或二缝线，要人家打击时候就是打不好，打成滚地球，右打者内角串的，打成滚地球，然后做双杀做内滚地球的处理的这种投手，这种羊头，看到新庄这样子形容，哦，那感觉跟日本火腿想要找的羊头类型算蛮相似的，只是他前面有讲嘛，要再下一点功夫，做一点加工了，不是签来就可以用了。就一定还是要有一些要给他要调一下，要调一下，对对对对对，要进步一点的地方了，不是签来马上就可以用的啦。哎呀，啊，只是他担心，他也会担心，他说，冈凯鲁还会想要来日本吗？或许他已经想要回美国了吧，他可能没有想要再来日本打球了，也不知道怎么想这样啊。哎呀，好，再来下一个新闻，史哲宏太，这个11月1号的时候。球团发表他的这个右手的右勾骨骨折，哦，那大概应该也是在这个凤凰联盟的时候受伤的吧，应该是这样，因为凤凰联盟刚结束没多久就，就传出这个消息，哦，那也在11月1号的时候，在东京都内已经做完这个把这个骨片摘出的这个手术了，哦，那当然也完成了，哦，就是顺利的完成。那打击训练的话，预计要休息个1个月。那球团当然也比较
对他亚萨西一点啦、啊。哦，那就是反正你明年2月1号春训开始前顺利来报到，这样就好了。嗯，而你看你现在11月休一个月，就12月，12月就等于要过年了。也没有必要硬要他赶快再把什么把过去的进度补回来，让我狗贵不用了吧？就没有必要了，你就好好休息，你就从11月1号开完刀，好好休息。那目标就是2月1号的时候健健康康的回来，这样就好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哦，阿蛋，右手还好啦，他要左头应该还好啦。对，主要是打击吧，打击的时候跟打击有关吧？哎，跟打击可能比较有关啦、啊。嘿呀、啊，这样哦，你看到这样，其实。我看到一个日本网友在 X 分享的、欸，去年分享什么？欸，这算去年，算去年吧。2022年选秀进来的这些选手，嗯，一堆人都有受伤，一堆人，啊、对哦，一堆。等啊，等下，等下下一发，等下后面还有一个、上针有吗？没有，后面我们再来清算这个。后面再清算，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人受伤、啊。你有列好名单的是不是？没有没有，我找好那个名单，我们一个一个嘿、啊。但是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人受伤，好，等一下再一并介绍、欸。哦，我刚好，我知道了。好，再来下一个，哎、欸，这个要来秋训，秋训这前面5天，11月6号录音的这天是休息日啊，前面5天，嗯，要休大盛况。阿、啊、但第一天、第二天，11月1号、10月2号是礼拜 3、礼拜四。平日要上班，所以还好。第一天来了4500人、嗯，第二天来了4000人。可是到了第三天，礼拜五，11月3号，日本刚好是那个文化之日，休息一天，放假一天。文化日，哎，涌进12500人。第四天，礼拜六，13900人。第五天，礼拜天，哎，13500人。就所以这个三连休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要求都是1万多人在进场看春训哦，看春训哦，各位同学，看春训，秋训啊，啊，秋训，对，秋训一直搞错，秋训，对啊，看秋训，涌入12000人、13000人，这坐在观众席，他在那边看人家，这是什么概念？超这样嘿，这是在日本职棒以前绝对不会发生的事，因为地点也不一样嘛。好，因为秋训都拉到过宫崎啊、冲绳啊那边，你顶多再多有几千人就不错了吧。假日遇到假日的话，嘿啊，啊，尤其秋训其实跟春训比，秋训又比较在媒体的那个关注度来讲，稍微再低一点。春训大家比较期待嘛，哇，秋春又到了，春训就是准备赛季，新的一年又来了。相比之下啦，秋训就好像比较就是。还好、欸、对媒体来讲还好，对，不会那么盛大报道、嗯、可是你这五天大概除了日本一的新闻之外，其他版面几乎都是在日本火腿秋训，日本火腿秋训，哇，又怎么了又怎么了，这样你看这五天当中就48400人进场、欸啊、而且你看第三天那天据说早上9点多新球场外面就已经在排队了，大排长龙，大家早就排队好。哎、欸，你看，哎、欸，就很多位置那些是早就卖票卖出去的呢，又不是说抢着买票，不是、欸，他们是抢着要准备进场坐好看选手练习，这很夸张、欸。就是你看这样继续经营下去，你会让北海道吧，先算北海道或札幌市区附近的球迷，他们又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是每年11月开始，我们可以去那里看选手球训。嘿、欸，对。你久而久之，我觉得会变成这个习惯，甚至我觉得更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哎，对球团来讲就是创造商机嘛，我会经营的日期又拉得更长了啊。对啊，那些卖店、饮食店全部都开啊。对啊，10000多人进来，哎呀，不得了嘞！哎呀，大家吃起来、喝起来，对啊，那个收入，哎呀，营收一定也蛮可观的。啊，这个东西你看有效果，一定接下来陆陆续续也会有球队跟进。我跟你讲。能赚钱的事谁不想做，对，既然有人这样试，哇，成功了，哇塞，假日都破1万人来，啊，你那些比较怎么讲，信仰比较高的那些球队哦，信仰比较高的那些球队，如果他也这样子做，他甚至进场人数比日本火腿还要多都有可能，对吧？对啊，只要能够克服天后，所以当然有巨蛋的球场可能比较有利。或者说有室内可以盖起来的屋顶，对啊，或者是球场自己的使用的那个权力够大的话，也比较有利。嗯，而且有时候可能球季后档期被排去做别的事了，
可如果酋长都是自己的，我那就没有这问题了。哎、欸，就没有这种问题。好，那新庄关圣监督那一天第三天的时候还说，哇，吓一跳，哇，没有想到真的会有这么多人来。对啊，果然说像我之前讲的，大家来进球场吃吃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新球场的这个观众席跟球场的距离也很近，那休息，大家比如说一家人来这边度过一天，或者是情侣来约会，对不对？那带着小朋友来的也可以让他们多多接触棒球，对棒球产生兴趣。阿丹，他也早早就讲了，这个今年就是手背练习是最重要的，好，甚至有比如排一整天都手背。都不打击练习的这一种，那他也希望观众们，对，如果选手有接到好球翻 play 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吝啬你的掌声，拍拍手，替他们这样给他们点鼓励，鼓励对。但是如果 A 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客气，该虚的就虚下去，对，该虚的就虚下去。如果我的谁那个失误了啊，怎么样了、啊，虚就把它虚下去，这样。那、啊、你到了昨天嘛，昨天带小鬼打完篮球回来。然后把一堆臭衣服都对着洗一洗，来等的时候我就点开那个 YouTube 影片，大家可以去找。昨天他们进行了一个什么 American Log， 名字是这样，反正就是基本上先分三游这边一边，一二垒这边一边，对，那你接球接滚地球的人，你就是往两个极端跑，就是比如一开始你从二垒这边往三垒跑，然后打的人就会打一个很。不好接的球，但不会打到太快，尽量不打太快。重点是要让你一直长距离的折返跑接滚地球。我长距离的折返跑接滚地球，对，就是比如你从大概二垒附近往三垒那个方向冲，内野而已，红土区这样哦，你就是冲一冲一冲一冲，冲了几步之后，他就会打一颗大概也是在三垒附近那样的滚地球。但是你要一直跑一直跑，在他球还没滚到草皮前，你要接到，这样才算一球。然后一个人要十球。然后这样一直来回冲，来回冲、欸，每个都被抄的跟狗一样，这样啊不下脚，脚已经不行，这样都快软脚了，但是还没实球，人家举发啊。但后面有时候真的不行了，教练还是会打稍微好接一点的啦，慢一让你结束了一点的、欸，不然结束不了，真的会出，等下真的受伤出事情。就全场看的都就是非常兴奋啊，然后特别来叫那个神本希哲拿着麦克风像主持人一样，所以呢全场都好像在看一场。表演内野手背练习表演那种感觉，嘿啊，那个 YouTube 频道那是高拉的官方频道里面，他要剪起来40分钟左右，40分钟的影片，40分钟啊，到时候我再放在那个留言处，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也看到很多很多选手被抄到倒在地上这样啊，不行了这样，啊，或是看到谁谁谁比较会摸鱼的。七早八早就放弃也不行，冲不到这球接不到了啊！不行啊，这球接不到，这样也是有赖皮的，也是有这样，反正很好玩的哦。啊，当然这个春训这几天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新庄监督之前讲的，他要送礼物，他要送给这些来球场看秋训的球迷朋友们。比如说11月1号第一天就有了。啊，当然有时候选要送给谁，这还是要有点基于公平性的，对。所以他就有时候比如有小游戏，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好像在本垒那边摆三支棒子，然后你就丢嘛，丢到的丢最准的人全拿一整套新庄监督丢最准全拿，哎，这个就一套，因为他准备一套他今年的那个球衣、球裤、太阳眼镜啊什么的，讲一整套，嗯，好，赢的人就整套拿回去，整套送 winner take all， 哎，全拿，然后11月5号的时候。又找了14个球迷，就是抽出14个球迷，从投手球丢那个金吉斯坎、成吉思汗，他后来不是有出一个商品，是那个充气的像炉子，成吉思汗的那个烤盘啊，成吉思汗烤盘的那个，你就从本垒丢最靠近落地之后最靠近本垒的那个球迷获胜啊！11月5号这一次拿什么？新庄监督准备了他的一件长大衣。据说价值约120万日币一件，还有鞋子120万日币一件，对，还有鞋子啊、棒球手套啊，总共5项礼物，也是赢得全拿，赢得就通通送给你，就这个一个小姐吧，就全部得到就对了，拿走了。那下一次预计是11月11号，最后一次这个新庄监督大方送的这个活动，他说他在想这次要送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我不知道看到什么啊，可能网络的那个记者有问他说那有没有可能送车子，他心中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会送车子，这太麻烦，不可能不可能。他说我家，他说我家还有很多衣服啦鞋子这些的，比如说那个羽绒大衣那种的哦，啊，一些 fashion 的衣服啊，鞋子我也很多啊。他应该还是会把这些东西，我应该是从这会从这些东西里面找，可能也是配好一整套了啊，再来送。11月11号这样子，所以他说他几乎每一件都不会穿超过五次。他拿出来，就像五号送的这个大衣，他说他印象里他才穿过两次，一次是穿去上节目，啊，一次是私底下出去的时候穿。他说就。那个大衣他才穿过两次而已，就送了。嗯，哎呀，果然，太子，好在，对啊，对啊，衣服太多了，穿两次就送了，哎，120万一件的，穿两次就送了呢。人家是球迷服务好，嗯，搞不好他也很珍惜，只是他舍不得，他有点舍不得，但是为了球迷他送了，要这样讲对不对？这样太假了，太假，太恶心。好，在武田久教练，哦，他也在秋训的时候开始这个在新球场指导投手啊什么什么的这样。那当然你说武田久回来，我们前面也提过受惠的可能那个生田木义，对，好高兴啊，对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铃木健史，他也跟这个武田久教练在日本通运的时候好像有指导过，我看报道里是这样写的。生田木义跟铃木健史，嗯，铃木健史在日本通运，还是说可能有一些那个他不是在 Aeons 吗？社会的时候有遇过这个，可能有见过面，啊，可能遇过，然后见过，虽然不同队，可能有见过面嘛，哦，或是指导过节目，铃木健史，铃木健史一些东西，所以应该讲原本就认识的，应该这样讲，应该比较解释比较好一点。原本就认识，所以又见到面，很高兴这样，就不止生田木义这样，啊，但很多东西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生田木义的部分，这么久再遇到武田久啊，武田久看了他就是现在的投球动作，或者是大家我跟你聊一聊，欸，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什么什么的啊，比如生田木义就跟武田久讲，他说我在最近的话就是对右打者的时候。只差球一直都投的不是很顺，哦，那武田久听了之后说 OK 好来，那投来看看，武田久就站在那个打击区的位置来亲自看，哦，看这个生田木义投这个右打者的只差球，哦，那看啊看看了几球，他就说嗯，你的这个右手大拇指的这个出手的角度要稍微再调一下，完全没有用到，嗯，他说你连握完全、欸，你大拇指完全不会用啊，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使上去，没有使上力啊，要去用啊，是修正一下，只差球在投的时候大拇指要用上力，欸，要使用大拇指，哦，那生田木义听到这些指导啊建议啊，他自己也觉得一来我觉得是心情也有应该会比较笃定的，比较安心的，因为毕竟这个教练是以前真的指导过他的，然后他心情也会比较越来越，想要跃跃欲试嘛，想要再做点什么嘛，对不对？不然就一直好像卡在那边，没有再进步了。啊，好不容易这个，我想大家都会想，大概也是最后的解药了吧？武田久来再没有办法帮你觉醒一下、开眼一下，可能也越来越难了。这样，啊，但森田木一就这样了。嘿，森田木一定也知道，如果我还要再成长的话。这次武田久教练来一定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样哦。那其他的话，还有一位这个山本拓实，哦，前面有提到，我那时候只想到身高差不多，应该可以讨教到好多东西。结果我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武田久严格算起来，你要像算是这个山本拓实的师公了，师父的师父啊，因为山本拓实那时候在中日，他的师父其实是。古原圭介，但是古原圭介的师父那时候在日本火腿，就是武田久，所以照如果嘿照我们那个华人这样子算的话，哎，他见到塞公了，嘿，见到塞公了，师父的师父哦，哎呦，我的不得了，直接见到大魔王的感觉，师父的师父都出现了这样，啊，但
指导上不免就一定跟这个，哎，我们这种小个子的投手投球的时候施力要怎么施力。哦，那武田久觉得山本拓实出手的那个瞬间的那个点还稍微有点再高一点点，有点太高了，再晚一点点，你可以再把你的力再压到球上去多一点。好，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慢的曲球，慢的曲球武田久也有建议这个山本拓实可以去试看看。好，那山本拓实试了之后觉得投起来感觉还不错了，这样子。总之新的教练上任，有一些选手们总是会比较快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吧，对，因为你原来的投手其实他心里想的大概已经是这样的，那可能也都已经跟你讲过了，可是新的教练来，比如以山本拓实的例子，他可能就会听到新的东西，不同跟以其他教练和剑三可能加藤武志不同的地方。欸，那刚好武田久个子也是跟我差不多的，对，这好像感觉起来更有参考价值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然后再来，那除了这个武田久上任的时候，还有这个客座教练荒木亚博的，那荒木亚博相关的新闻，这次邀请他来，大家一定都知道，希望能够在这个守内野上面能够给一些建议。那第一号就来了嘛，因为他待的期间已经结束了，就是一号到五号这个第一个循环而已。所以已经结束他的这个客座教练的任务。但是他第一天来的时候，我看那个转播啊或是影片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旁边看，一直在旁边看。看完了之后，当然就会被访问啊，或是被就是跟新庄交换意见这样。他觉得讲实在话，这个球场难，不好守。而且你要守的话，绝对不是用那种我们从小到大打棒球教科书教我们的这种守备方法来守，绝对没办法。你得花一点其他的功夫。哦，他说 FedEx 的这些二友其实速度都还不错，哦，有速度的选手很多。那在这个这么特别的球场内，也是天然草皮，球滚在上面会死掉的这种，速度会跑掉的这种， 会被吃掉的这种，你得更快的向前去处理。你随时都要有那个向前处理内野滚地球的那个意识。哦，因为他在旁边看，一开始还没给出意见前，他看大家的这个准备接内野滚地球的这个动作，他觉得大家都在等，或者是你讲成都在一直在思考，就是球来球来球来了，我把它接好，我把它接好，哦，接好传一垒。就因为大家心里都已经有那个要把球盯好，要把球盯好那个意识在，所以大家都是停在那边，没有赶快向前去处理。但是他觉得这个球场难是真的难，但是我们不能用以前守备教科书的时候教我们的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动作做好在这边什么没有，你要赶快向前，不管什么球就是要向前去处理。他的给的建议是这样。哦，过去都大家可能都太停在原地了，要再更积极一点，再往前。哦，那其他的话，因为荒木亚博不只是守备好，他也拿过盗垒王。所以也是有看到这个五十番亮太，然后荒木亚博吧，还有什么，反正就还有好几个教练，谷内也在，新庄也跑去听，大家在那边听荒木亚博怎么跟五十番指导那些盗垒前，就是你已经上一垒了，对不对？然后你要离垒嘛，准备盗垒，然后起跑的时候你右脚的那个准备的角度大概要比如大开个多少度那种感觉，你启动的时候才会最快，最不浪费。看那个高啦，上面也都有影片，就是你看哇，一群大男人在那边，大家在那边讨论那个，就是只是脚的问题，然后启动的那个动作的问题，你会觉得哇，真的很细耶，就是大家研究到那么细啊。你后面有几个几分钟是新庄自己也跑上去站在那边试看看，就是他好像在旁边听啊听，听啊听。他也很有兴趣，他也想要自己去试看看刚刚荒木亚博讲的那个动作，这样，哦，反正很妙啊。啊，内野的话，你比如说上川田大悟，他的收获也是很多的，哦，因为上川田之前在社会人的时候被那个井端一把他教过嘛，他的手套不是还是那个井端宏和送他的，所以这次遇到
跟我的师父搭配的这个荒木，对，以他们两个搭配是最大家津津乐道的嘛。那个漂亮的手背，不知道多少个都不用手、嗯，用手套就可以双杀了，这样的手套直接接到球，直接抛的那种，对啊。所以对啊，这一次上川田有机会跟这个荒木亚博讨教学一些东西，他也觉得哇，这些都是从我小时候就在职棒活跃的这些选手，而且荒木还是当初跟锦端搭配的这个什么双人组，哎呀、啊，所以他觉得很高兴。阿胆新专监督也会去问荒木亚博，比如说，哎、欸，看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我们这里哪个选手比较期待的啊，比较有兴趣的啊？哦，那新专说，当然荒木亚博有跟我讲，大概讲了三四个名字。哦，只是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讲这些名字是谁。好、哦，然后但是，荒木亚博讲的这些选手，跟他讲出的那个守备位置，跟我现在想的稍微有点点不太一样。哦，但是对我来讲，哇，这个很棒，这有很多很多参考价值。就是可能比如某某某选手，新庄看他的角度是我猜的啦，比如这个选手他觉得他适合守二垒。可是这个某某某这个名字从荒木亚博的嘴巴所讲出来，可能比喻也比如说讲了荒木亚博觉得他适合三垒或是游击，那新庄听了就哎呦，怎么跟我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很有趣，很有参考价值，他觉得很棒，就是请这样子的客座教练来，好像从他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这个球队啊，让我可以得到一些从其他思考角度去想这一些选手怎么用他们，嗯，他觉得很棒，嘿，有机会的话可以试看看这样。然后，好，再来孙毅磊，这也是很厉害的新闻，对，看到新闻也是眼睛都亮了，因为他虽然人在国头村，但其实高啦在转播那个新球场这边春训的时候，三步时还是会切画面切去冲绳那边，所以孙毅磊那是进牛棚的时候，哎、欸，马上就切过去了。大家都想，大家日本都很想看他投球的样子，因为那156嘛，那个数字出来，大家就哇塞，这个18岁、19岁的小弟弟投牛棚会是什么样啊？比如有的日本媒体后来就报道说，哇，那个他投球的时候右投手嘛，对不对？所以他左脚是要抬起来的嘛，啊，抬起来之后自由脚往前跨，跨步的那个脚的角度很像。日文50音的哭，好、哦，或者是你讲成我们注音符号的七嘛？他说这样子的跨步的这个脚的膝盖的这个角度很少见，但是看过的、哦、跟他类似投球角度的，其实都是不错的投手，比如佐佐木朗希，比如说三冈太辅，哎、欸，跟他们的那个姿势真的都很像、哦，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有效率的把下半身这个跨步蹬脚这个力道完完全全传递到上半身，然后把球整个这样投出去。好、哦，这很多日本媒体就是牛棚之后，他们写出来一些报道啊，比如说还有金子千寻那个教练，他也在国头村这边，他说这个孙毅磊的这些肌肉啊、骨关节啊、柔软性、柔软度很好，好、哦、那也都能很有效率的把这，就像前面提的，把下半身的力道传达到上半身。哦，那他也很期待，就是明年春天能够有好的开始，这样啊。哦，那因为4号的时候，孙毅磊就有正式在牛棚投球，结果就虽然只投了20球，也有直球，也有变化球，但是最快球速直接吹到154。秋训哦，秋训就154。对啊，当然年轻人或许就是真的第一次在牛棚投给大家看，他也想要表现出来，所以有比较用力一点了。哦，他觉得自己牛棚第一天第一次到日本职棒第一次的牛棚玩，他觉得整体来讲还不坏啊，比想象中的好。哦，而且直杀球他觉得是他最重要的那跟对手对决的武器嘛，所以有多投了几球这样。哦，那速球有一无四，又有直杀球。阿蛋那个牛棚捕手柴田优介，牛棚捕手赛后又不是赛后牛棚之后也有被那个日本媒体访问，他形容孙毅磊的球就是那个火箭炮，像火箭炮一样，砰这样就来了，就到手套了，砰这样就来了，所以感觉起来
如果一切很顺利很顺利的话，说不定新庄之前讲的那个他梦到的东西，有没有他想象中的东西，他想象到的东西，我觉得根本差不多这种感觉就要实现了，就是那个时机就真的会实现，对，因为你正常来讲这样子的投手他在二军应该基本上就是你要怎么形容，在二军应该不可能投的不好啊，就是他那个、他那个实力应该这样就154又直扎球啊，他因为他本来的那个样子我们都已经在中华队看过了嘛，对，他也不是那种控球差到哪里去的投手，所以正常来讲你在二军应该已经就像无敌一样那种感觉，我觉得会这样啊，啊只是但每一场每一场状况会不同，有小地方可能要修正或是什么什么的，可是基本上你不可能一去就又被改来改去，不可能，对，一定一开始绝对都是用你最原来的方法让你去投，对，我们只是要帮助你赶快适应职业的东西啊，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开始不会到很难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顺顺的，就是每隔多久安排你上去一次，安排你上去一次，对，只要一切都很顺利，球速也有出来，控球也没有走中，像新庄讲的明星赛后身姿背效，我觉得机会真的蛮大的，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你没有理由，因为你大家看到他那个影片高来上面也是有，他的身材根本都已经成型了、因为看很多日本网友看到那些影片，每个说哇，一垒的下半身就是根本就已经壮的跟什么一样了，就是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怎么讲，以前你看到吉田辉心那样子的身材你会吓到，因为怎么讲，那个比如说下盘的那种不像是高中生的下盘，认真讲的话又有点太瘦了，就应该讲大部分的日本选手现在当然可能有一些不是的、可是以前你就算松坂大辅他以前也不是那种，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也是瘦瘦的啊，他第一年第二年是瘦瘦的啊，对对对对，啊但现在的小朋友有一些已经就是他资讯比较发达了嘛，所以他开始都有在练、可是绝大部分很多他都还是还没长肉的，还是瘦啦，因为你看嘛，今年玉成子们全部那个180几公分，全部70公斤，全部没有80公斤嘛，不止今年哦、之前也是哦、福岛连那一派的都是这种、就是、都是竹竿，没有那么壮啦，都竹竿型的嘛，对 啊所以日本人、可是日本球迷朋友，日本球迷朋友很多都还是会停在那个，就是他们不会很一定要要求说18岁高中刚毕业的你下盘就要练到什么程度，屁屁要多大，马达要多稳，他们觉得有当然很惊奇，可是没有很也算很正常，很正常，他们不会很意外说啊怎么还这么瘦啊，有都高中毕业了，通常会很意外说怎么那么壮，对对对啊，所以哇他们看到哇塞，从台湾来的这个投手又是中华队的王牌，哇又号称可以投到156，哇第一次进牛棚，哇看到那个下半身大家就高潮了，就这样哇怎么这么壮，对啊，这不过、认真讲、就是我发现棒球是一个点，其他运动也是，就是蛮多运动的日本教练或是日本人看到台湾同年龄比如说17、18岁的、他们都对台湾选手可以长这么壮这件事情，身材身体条件这件事情其实都蛮惊奇的，就是也有人问也有人说啦，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因为日本在这个年龄吃的基本上日本人就是以米食为主，这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不说这是一定对的、就是米食为主，所以说他在吸收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其实台湾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吃早餐的习惯，我们早餐吃什么，小麦制品比较多，面包，而且我们其实吃比如说像是意大利面面类或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相比之下、可能有人有一派的人在问，有人在想啊，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台湾的选手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所以在17、18岁这个年龄，跟日本的选手相比，好像对会比较壮一点，对，日本瘦瘦的还是比较多，因为欧美也是以小麦为主啊，对吧？蛮多是以小麦类食物为主啊，对啊，总之接下来日本媒体尤其跑日本火腿线的。孙义磊这一条，这个新闻绝对不会漏死的，他一定会一直追着，一直追着，一直追着这样，一直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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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所以你说这样子的选手，我真的觉得他不会在玉城待太久，应该不会。对啦，应该不会。好，再来下一个哦，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等一下要来结算这个受伤的消息，有一个宫内春辉，这真的倒霉到爆，你知道吗？倒霉到爆。他的左膝十字韧带断裂，
左肌十字韧带断裂。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在11月1号秋训的第一天，他们在这个进行这个内野手背联系的这个训练，所以有时候投手就要下球，对，假装投一球，然后可能教练接丢一个滚地球，他可能要接到传一垒，可能要补位一垒。好了，宫内春辉的 case 就是他要去补位一垒的时候跌倒，跌倒之后痛痛，左膝痛痛，后来去检查，医院检查，哇，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那真哇，倒霉了吧？秋训第一天，还是而且好像还早上而已，才早上而已，然后十字韧带，对，这个重伤是一定重，这个月底要去开刀啊，这个月月底预定要去开刀，你一休息。基本上应该明年就是几乎报销啊！原本我们看到新闻是这样想，但是到了录音这天11月6号下午，球团宣布宫内春辉投手明年我们没有再跟他签支配下选手的合约了，但是我们会跟他这个签这个预成合约。一看到，居然用这招，大家都开始用了，日本火腿也开始用这招了，受伤的要挂一整年的，先改预成。先预成，对，反正你明年都在养伤，先改预成，空出一个支配下名额，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会接受啦，宫内春辉应该是会接受支配下选手，可是你预成选手的合约，只是因为宫内禁止棒本来就已经比较晚了，27岁才禁止棒，结果还遇到这种事情，真的担心，真的很担心啊，就因为运气怎么讲好，支撑带基本上都8个月，就跟那个啊。今年那个什么斋藤有贵哉一样啊，他不是也是春训投第一球就膝盖就不舒服，就怪怪的，后来也是然后就怪怪的，下去又死，然后就休了一整年啊，对啊，就差不多的意思啊，对啊，就是真的运气真的很不好啊，宫内，对啊，好吧，希望他早日康复，然后复健完了之后还能找回身手这样哦。好，再来，有一个这个也是前几天，大概11月3号的时候，新庄刚志监督在这个训练过后，他受访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决定明年开幕战先发投手的人选了，而且我已经，跟这个人讲了，太快了。但是我什么时候公布给你们大家知道，请先等一等，让我好好想一个时机，再来跟大家宣布。”这是写给媒体的吧？不会啊，这是讲给媒体听的吧？可是他已经跟他意思就是我心里已经有那个就已经决定好了、啊、我已经跟这个人讲啊，只是现在我还不能跟你讲啊，现在我不能公开啊，我还没有要公开啊，公开的那一天请让我再想一想，我决定什么时候要公开啊。那但因为你在这个节骨眼这么早就讲这个，我觉得除非你从头到尾都是骗人的，你根本也没有决定是谁，你根本也没有跟哪一个投手讲，但是你就故意说谎话，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啦，就是做监督也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撒狗血撒到这种程度，不用，应该是不会，就应该是他心里真的有一个人选，他也跟这个人讲了，那很多球迷就会猜嘛，啊，因为这几天秋训，我在想，好，你想，你先，我突然想到一个名字，我突然浮现，好，因为还不能讲，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怕讲了，他明年在不在不知道，在不在不知道。你就直接讲名字吧、你想的是谁、你想的是谁，你就直接加藤呗，加藤贵子，因为就很凑巧、这几天在秋训的时候，有媒体也有球迷朋友看到在右外野边线牛棚前面附近那边发生过一幕，就是新庄跟加藤贵子两个人在那边讲话，讲讲之后新庄突然抱加藤贵子，突然给他一个爱的抱抱那种感觉，然后是笑的哦，笑眯眯的哦，哦，就好像有那种那个肢体语言看起来很像谢谢你谢谢你那种感觉啊，所以有的球迷会说，会不会是加藤有忘了要去，没有心里面没有那么想走什么什么，哇，我不知道，这都只是猜测的、看图说故事的啊。那有的人也会猜啊，那很简单啊，就是伊藤大海啊，我看你没有上泽了，没有加藤了，你还能给谁？那就是伊藤大海啊，只剩伊藤大海。对啊，阿丹，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大概如果加藤没走，或许是加藤；如果加藤走了，那可能就伊藤大海。对，还是有什么 surprise？ 日本媒体最后也加这句，还是有什么 surprise？ 对，比如根本优风之类的，对，还是什么？不然再来个北山啊，北山或者是那个金春上真之类的、
之类，不知道，反正他没有讲，他就说我已经决定了，而且我跟这个人讲了，是公布的时机，请让我再想一下，再决定，决定了之后再跟你们讲。好，再来下一个，这个两个选手，两个老将，在昨天确定都不行使海外 FA， 继续留在日本国队。啊，一个恭喜上升，一个中岛卓也，太好了，嗯，中岛卓也。所以恭喜之前那些网络上的乌龟 boy 都只是传言，好，大家不用担心，他最后没有要行使海外 FA 走。哎呀，但他在受访的时候，我记得他有看，他有讲说他有考想过了，只是最后还是没有走。哦，比如吉村浩那个球团本部长跟他讲了很多话嘛，让他觉得这个球队还是很看重他，所以他决定继续留下来这样。那当然明年就是第17年了，哎呀，第17年了，很快。那我觉得他里面有一句话比较感动的是，因为他以前讲过一句，我这个左手就是献给球队还是献给北海道，有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吗？对啊，他这一次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是很看的，就是觉得很窝心，就是说当然我就是跟 Felix 有这个缘分，所以我才会进入这个球队。好，那这里一直提供给我让我很舒服很自在的打球的环境，所以舒服，我对这个球队有很多很多恩情要报了。好，那也有这么多这么多球迷朋友一直以来都这么支持我，所以在我心中北海道已经是我想切也切不掉的一个存在了。哦，好会讲，尤其最后这句，嘿，我人生的一部分那种感觉。对对对，我想要切割也切割不掉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家，想切割也切割不掉。你看到眼泪有掉下来吗？没有，但是我后来马上胡思乱想，想到一个，我如果没印象没记错，他老婆是北海道人，印象里是吧？哦，我印象里好像是他老婆好像是北海道人，所以难怪切割也切割不掉。没有，我乱跑不掉，除非离婚。不想这样。好，那中岛卓也的部分是，因为今年他当然就是几乎很长很长的时间都在二军，所以他自己也讲，也很久很久没有像今年一样在二军待这么久了。那希望明年能够一直在一军。那不管怎么样的话，球队也好几年没有一段班了，所以希望明年首先能够帮助球队，至少先打进 A 段班。那他今年在9月22号的时候也有达成了这个200次盗垒的记录，那当然接近这个神败，一样是福冈出生的田中贤介，田中贤介生涯203次盗垒，所以差三次。他说希望明年能够一直在一军，然后超越田中贤介神败的203次盗垒。这样有啦，在他如果一直在一军倒个三次，应该轻轻松松吧？对，应该是很轻松的。好，那再最后一个今天发生的消息，因为昨天日本一打完了，对，昨天日本一打完了，这个阪神阿雷38年没有的阿雷成功了，这样哈。那所以欧力士这边，因为本来红林红太郎有入选那个亚冠赛，对，接下来要打的这个亚冠赛。但是因为他的哪只手，左手吧，左手那个无名指的关节韧带有受伤，所以他决定要辞退了，他不打亚冠赛。那伊巴塔监督，锦缎监督确定要追加，紧急召唤野村佑希担任这个替补的人选，所以现在原本是根本优峰跟万破中正两个人入选嘛，所以现在再加了一个 James 野村佑希，而且野村佑希应该是进职棒之后第一次穿上サムライジャパンの衣服吧，应该吧，好像是的。对啊，对哦，我要想，对，应该是哦。他职棒前或许有穿过，我不是很确定，但是职棒后应该是第一次穿上サムライジャパンの衣服吧。打职棒之后，虽然也是就是有人受伤才替补进去的，可是至少先穿上了第一次的国家队的球衣，对。至少先穿上，应该是第一次吧。感谢伊巴塔教练、伊巴塔监督，给我们家佑希这个机会，一个机会。给我们家佑希一个机会，给个机会。去跟这些球界，然后年轻派，然后很多很多都已经打出时机的，应该大部分都还是神败或者是同期们，对对，交流一下。
比如跟木秀悟交流一下，跟佐藤惠敏交流一下。对， 对啊，我觉得他需要，他需要交流，好好交流一下。谢谢，谢谢一把大监督。好，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好，好吧，这个大概也有一小时二十分，差不多了。哎呀、啊，嗯，为什么有一种就是好像赛季会不会很多会讲得更久、啊？而且他这次而且他这次弄这个球讯这个话题就一堆，我已经好多都跳过没有讲了。是啊。完全介绍真的完全介绍不完，对啊，只能等一下会不会有留言说，哎、欸，那些跳过的可不可以下次讲一下？可是后面都有新的又一直来，哎、欸，你看接下来11月6号战力外通告那个结束了，可是相对 FA 那个已经开始可以喊了，对，就是你有要行使 FA 的陆续可以喊。你看今天也有报道写那个谁，三崎福也可能会行使 FA， 然后比如说软银 DNA、嗯、日本火腿有兴趣。哦，对，对你这后续再继续发展，又有东西可以讲了。嗯，对，讲不完。对，而且之前茂木的已经提过一次了嘛，对不对？对。然后加藤到底应该是会宣布行使，但可是到底最后会不会走，这个大家到底这个推迷也很关心嘛，开心的抱抱会抱成什么？到底这到底是什么？到底抱的有没有意思在里面？抱了什么意思的？对，就知道很抱心酸的这样。几个意思？对，是欢迎，谢谢你留下来的抱抱。还是说到目前为止辛苦你的谢谢你，珍重再见的抱抱，这样到时候就知道。恭喜你毕业的谢谢，恭喜你毕业应该是楼上那个讲了，吉村浩在讲的，人家的台词不能乱讲 ，B-boss 你要自己想，讲啊。好，那这一集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次的节目再会，拜拜，拜拜。